这长得咋像操场上的绿色草坪呢？看着它都有点手抖啊！让我充满了好奇，来一口吧。你们这快递天天是拆都拆不完呢，又给我整了个三胞胎，先拆这个胖大的吧。锅瓜里也拯救不了酸黄瓜，收到好吃的几率几乎为零。惠子姐姐，我收集了好多绿色酸黄瓜味的食物，我想看你吃一天。这你要是能挑战成功，我就让喜欢绿色的人交出手机里绿色的表情包。哎，我能不能假装没收到这个快递？真呛啊！还是这种迷你小黄瓜，酸呛酸呛的，这不会灌了一瓶白醋吧？简直比喝醋还酸。这是多重口味的人才喜欢吃这么酸的黄瓜呀，目前为止没看懂。该来的总会来，该走的也无法挽留啊。酸黄瓜糖终究还是给我安排上了，据说这还挺贵的，看来又是位土豪粉丝啊。就这么几颗，这长得咋像操场上的绿色草坪呢？看着它都有点手抖啊。让我充满了好奇，来一口吧。这又是个嘛，看起来有点像家里挤出来的牙膏，还是硬的。图片上一个黄瓜，莫非是黄瓜味硬的、有色无味，这个是非常可以接受的。这也没有黄瓜味啊，这不是甜的糖吗、一般一般。下一个下一个、绿色黄瓜抹布、差点没了，这也没个说明啊、这是啥抹布？